现在线上我们有 Mr. 夏还有 Miss 夏，你们好。好，首先恭喜你们赢得了 Excellent Building Contractor、Excellent Sewerage Contractor 的两项殊荣。那首先想问一下两位现在当下的心情怎么样？当然是很高兴，LICTA 能够给我们这个机会 ，to take 这个 position。是，当然我们也想了解一下，我成功获得两项，到底成功的秘诀是什么？这些我们要 plan well and work hard。是，那再来，现在想要感谢的是谁呢？感谢 LICTA 给我们这个机会，给我们进这个competition。那未来还有什么样的发展计划呢？希望能够玩，有一天能够进到菩萨，我们的 plan。哇 ，OK， 那今天想要对我们 LICTA 说点什么话呢？希望LICTA越做越大越好。好的，非常感谢两位，也祝福你们接下来上市成功。谢谢。